不跑。那么邪恶。停！经理，大哥，大哥在哪？大哥，你下去那里，接着都是。经理在石头旁边，石头旁边。嗨，我找那老远的一个。车前找车前，一下到他就进去了，看到吧？拍了，我这。然后你直接点那个，点到上面的点子，不就照相了吗？对。这个。对呀。这样子，我还不知道了，你先别走啊，我们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这样太好玩了吧？行，开路。你还不走啊你？宝宝。反正没吃饱的，走个毛线上。这个就很肥。走吧。这个至少有一斤半到两斤。什么时候？都很肥。因为这个味道。这个。哎呦，哎，凑一下，太好玩了。去给谁干？嗯，乖乖，乖乖，行了，不动了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动我不动。妈，晚上。嗯，那他一直录着干嘛？他不动了，你说怎么？动了，进去了。我不比。嘿嘿嘿。就无所谓了，跟你。大哥，你别看，你看我就得了。走吧。好看。对。拍下来了吧？对。就爬到石头上了，要走掉了。好了。趴着吧，还是立着。嗯，你自己找。今天的行程，今天就是把那个圣象天门就看掉了，等于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摔到了一个。以前门票是120，120，对对对，现在又加了一个观光车，30%。连保险再购置税下来，可能得80万儿，就把提车了。要是首付，哇！要首付20%，这牛好大。
这这段拍的非常美，现在是有点逆光，明白了吗？